大家好，我们从这节课开始介绍的是管理当中的施工现场管理。现场管理呢，应该说是我们近些年来考试考核案例考核频率比较高的。那么现场管理呢，它有三节内容。第一节，施工现场布置与管理的要点，应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高频考点，里边包括重要的什么五盘一图，包括施工围挡这些知识。那么第二部分呢，是环境保护管理要点，这里边呢应该说是近些年来考核频率非常高的。另外一节呢是劳务管理的有关要点，考试呢涉及过两次，2011年2020年。那么2020年呢，只能说劳务管理它是那一问的部分采分点，在这里边应该说考核频率相对而言从案例角度偏低。那么施工现场布置与管理这里边一定注意啊，知识点呢应该比较琐碎，2022年教材呢也有部分的变化。那么施工现场平面布置与划分啊，里边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是有考试考点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平面布置图有明显的动态性，这跟我们的市政有点像公路啊，跟建筑专业不一样，建筑专业它的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图呢相对固定，因为我们从一个小区开始准备建设，从开始打桩挖基坑，然后做地下做地上，到最后呢封顶内外装，基本上啊我们这个现场平面布置是不变的。市政它是线型的，跟公路像这种呢现场的平面布置，它就随着工程的发展是一种动态性，这个过去考试直接考，后期呢咱们也应该注意。关于平面总平面布置的原则，这个原则啊是咱们要了解，但是考试放心真的不至于考核出来啊。大概我们得知道这个平面布置得合理啊，紧凑啊，尽可能减少施工用地啊，材料分批进场，避免二次搬运，减少各工种之间的相互干扰，尽可能的利用原有的建筑物啊，构筑物作为施工临设，比如我们修一条路，哎，在这个路的接近中间位置正好穿过一个村子，那么就需要有几十间的民房需要拆，这个呢是建设单位早就把钱给人家了，真正需要拆的这个时候，好，你可以过去先别拆啊，我们利用这些房子作为办公室啊，工人宿舍啊，材料库啊，哎，这个可以利用原有的建筑物作为施工临设，这不也是一个从成本控制的角度吗？好，但是这些适合不适合考试？不适合。下面是平面布置的内容，这个有考试的可能啊，也有考文字，当然甚至他给你画个图，然后他说呢我们这个图啊有不合理的地方，有缺失的地方，你给他补充完整，像机电专业在二建市政像这种题目都出现过。如果是过去呢更多的是考核文字，当然现在啊考试考核文字的可能性慢慢低了，他有可能平面布置不合理或有缺失的给你完全画个图，让你在图上去找，这个时候一定注意啊，找图上的内容相对要容易一些。施工现场的封地管理，好，重要内容啊，应该说重要内容，尽管近几年我们一建没有考核，但二级建造师这是一个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啊考点。那么围挡，施工现场呢那周围应该设围挡或者叫围墙，沿工地四周叫连续设置，不能有缺口啊，而且那围挡呢应该保证确保围挡稳定安全，围挡的材料呢坚固稳定整洁美观，
应该用什么呢？用气体的砖砌的啊，或者金属板材这种硬质材料。考试的时候，动不动我们就是砸个松木桩，挂上个安全网，挂上个滤网，而且高度还1.5米，这种啊送分题，咱们得知道，要不然你是金属板的这种硬质的制作的围挡，要不然是砌筑的。这个呢还要注意后边围挡的高度啊，一般情况不低于1.8米，市区不低于2.5米。再就是这个围挡的内侧啊，绝不能堆放泥土啊沙石，这儿用的禁止，禁止在围挡内侧堆放泥土沙石这些散状材料，包括一些啊架子管啊模板呢。好，这个施工现场的围挡，现在这种的应该说比较多。当然啊，这种砌筑的这种围挡也有，市政专业呢一般用它少一些，建筑专业这一个小区一干呀就是2-3年，有的时候呢它会用这种围挡啊，这个整个砌筑一个围墙。但是相对啊，市政专业还是我们这种围挡更多一些。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就不能说用栏杆啊挂我们的安全网，什么情况下是可以的？你在施工现场之内，你说一个基坑或沟槽边，这个时候你说你整个用我们钢管啊，整个沿着基坑或沟槽周边啊，做上这个围栏，挂上密木安全网，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这是施工现场内部的。咱们所说的这个啊气体的，所说这个金属板的是什么地方呢？是我们的整个施工现场的四周，是市政工程的红线位置。你这个场地以内一定是这种围挡，而里边不是说不行，里边是可以有的，大家一定要能够知道，一定要清楚。好，下一个就是大门及出入口。这里边呢，大门出入口有几个点需要注意。你比如应在适当位置留有紧急疏散的出口啊，你就记住，项目经理不容易，有可能有人过来堵你，你有地方跑。好，那么大门上应标有企业的名称或企业的标识，得有它的 logo， 对吗？还有出入口设置专职门卫，整个啊专职的门卫人员，这是大门口。进了大门口可就是5盘1图了啊，这是大门口。那进了大门口好安利高频考点什么呢？5盘1图。那么这个5盘是什么呀？工程概况牌、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牌、消防安全牌、安全生产无重大事故牌、文明施工牌。好，这个一定注意啊，咱们的一级建造师5盘1图得有好多好多好多年没有考了，上一次直接考5盘1图案例题当中还是2013年。二建和建筑在此期间啊，大规模考核咱们得知道。当然了，这个文明施工承诺书，制作文明施工承诺牌，这个在2018年收进教材，在2018年就考了多选题啊，还挺朗朗上口，什么泥浆不外流啊，轮胎不沾泥啊，管线不损坏呀，渣土不乱抛，爆破不扰民，夜间少噪声，这叫什么呀？这是文明施工承诺牌。考试能考它吗？不会，考试还是前面的5盘1图啊，这个注意啊。关于一图是施工现场总平面图，这个是作为一个了解内容，如果想考这个知识点，他就想把这分给你，你不用想的太多，按照教材去答就可以。后面是关于警示标牌的布置与悬挂啊，警示标牌布置与悬挂，这里边记住啊，在这些啊什么施工现场出入口啊，施工起重机械临时
用电的设施啊、脚手架、出入通道口啊、楼梯口等等等等这些位置啊，都是属于危险部位，应该设置什么呢？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必要时设置重大危险源的公示牌。这种地方也就是考选择题啊，但是是属于安全方向的。后面啊是关于安全警示标志类型数量啊，应当根据危险部位的性质不同设置不同的安全警示标志。后边如记住选择题的考点啊，说在爆破物及有危害气体和液体存放处设置叫做禁止烟火、禁止吸烟等，这叫禁止标志。那么在施工机具旁设置当心触电、当心伤手的警告标志，这考选择题吧。在施工现场入口处设置必须戴安全帽的指令标志，在通道口处设置安全通道等指示标志。好，这里边一定要知道啊，在施工现场啊、沟啊、坎儿啊、深基坑处，夜间要设置我们整个红灯示警。这个在2021年等于有考核出来啊，他说闪烁灯不行，这必须是警示红灯。后面是施工现场与道路，这里边呢场地道路从考试的角度上说要弱化一些啊，应该这里边从考试的角度上说是应该弱化啊，尤其是施工现场的场地，反而该排水得排水，该硬化得硬化，库房呢该防渗你得防渗，有毒有害液体不能渗到地下，这是属于常识的内容啊。现场的道路也是一样啊，比如悬挂的限速标志啊、道路畅通啊，应当有循环干道啊，满足运输消防要求。考试直接会考出它吗？概率也是不是特别高，但是咱们稍微提一提啊，这个现场的这些道路，但这个点要知道，这个主干道宽度呢不应该小于3.5米啊，载重汽车转弯半径呢这个不宜小于15米。施工现场的主要道路叫尽可能的利用永久性的道路，那或者呢先建好永久道路的路基，在主体工程结束之前再铺我们路面，就这是真的坑人。你就想我们光用它的路基了，但是下雨怎么办？特别重的交通，那路下面都有管线，管线没有结构层，你那么重的车，几十吨上百吨的车，下面管线能不能承受得住？所以说啊，像这种情况往往怎么呢，还是应该先有一个施工便道啊，尤其是有特别重载的交通，这个呢作为建设单位有的时候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厂区建设啊。好，下面是真正的考试啊，应该能够考的点什么呢？临时设施的种类，这临时设施有什么？办公设施、生活设施、生产设施、辅助设施，咱们注意13年考试考过，后期要注意不是光这几个设施，每个设施都包括什么咱们得清楚，办公设施、办公室啊、会议室啊、门卫传达室啊、生活呢、食堂、宿舍、厕所、淋浴室、小卖部、阅览室、卫生保健室，这都是咱们得能够知道，从选择得能归类，从补充你得能够把生产、生活、辅助啊、办公都给写出来，这没什么可说的，这种啊一定要记一记，原来能考，后期也要注意。好，咱们看机电专业曾经现场考试考过，说某公司啊承包某地一个扩建项目的机电安装工程，虽然是机电啊，这也应该注意，作为我们市政呢也可以应用到，考虑到该地区
风多雨少的气候，建设单位将紧靠河边及施工现场的一所废弃的这个学校提供给 A 公司项目部，项目部安排两层教学楼的一层做材料工具啊，工具库吧，二楼呢作为我们的现场办公室，楼房临河边呢修建简易厕所和浴室，这污水直接排入河中，这不是给送分吗？并对其他空地做了施工平面布置。好，这个往直接往河里排肯定一个不对，如果啊考试的时候他直接这么画，没有说二层，你还可以说这办公室跟材料库这好像是共用了，当然现在它是上下，而我油库也不能挨着办公室吧，危险品仓库是不是挨着居民区也不合适。好，非标准制作场地有噪声挨着居民区也不是，喷砂场地将来挨着居民楼也不合适。比如这边大门进来了啊，施工现场，但是这一边临着街道没有大门，是不是没有形成密封？像这种题现在看都是很简单，但是当初可是人家机电考试的真题。这种题如果我们真正的出现改错啊，叫做什么呢？跟我们文字改错一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找他说他有毛病，先定他有毛病再去找理由，这样的这分值容易拿到。一定要把啊这个毛病你自己都很相信肯定这儿有毛病的，那放在前面，因为这种题有可能分值不是特别高，毛病可能有六个，但是你找到四个就拿到分了，你咱们达成共识，你不用特别纠结，不用是猜啊，这种呢一定放在前边，写了四个后边啊再写你自己心里没有特别大把握的。后面呢，临时设施的搭设与管理啊，注意啊，宿舍这个点是容易出考题的，建筑经常在宿舍这儿出题，但是我们作为市政专业，宿舍这儿还真没出过，但是一定要注意，因为宿舍这儿变了啊，宿舍这儿变了，里边的啊，首先啊，比如每间宿舍人均居住面积现在叫满足相关规定，过去呢有一个16人别超，为什么变了？有可能与当今的这个疫情，你说16个人是不是属于聚集性的呀？所以啊，如果说现在在特殊时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告诉你一间宿舍说不能超4个人，那你就得按现在的这个规定，因为我们现在原有的规定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多。好，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教材改了，其余的啊，设置可开启的窗户啊，包括外开门呐、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宿舍内啊，通单人铺啊，不得超两层啊，人家用通铺，人均的占地面积等等，这些数字能不能考？可以考，建筑就喜欢考这些，我们也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好，这是关于宿舍，应该是这样的，实际是这样的挺多啊，现在这样的不排除依然存在啊，不排除现在的宿舍依然有这种情况，当然了，很多的地方都不这样了，但是不排除有的地方还有这种情况。后面这个宿舍内应该有用电知识啊，足够的插座线路统一套管，宿舍用电单独配置我们漏电保护器断路器啊，每个宿舍配备一个灭火器啊，并且里边严禁存放施工材料啊、施工机具啊和其他的杂物，这都不能有，并且应该有晚间充足的照明，别让人家摸黑。好，
这是关于整个宿舍工人宿舍的这块食堂啊。这个食堂说实话出题的可能性呢比较低，也是建筑专业在这儿出了。这里边要注意，里边点特别多，比如装修材料你得符合环保啊消防的要求，另外呢这燃气罐应该是建筑专业2013年出过题，说食堂的燃气罐应该单独设置存放间，存放间呢应该通风良好，严禁存放其他的杂物。我们市政这还没出。材料的堆放与库存，其实这没有考点，但是呢这个点目前看到这个建筑垃圾处置是2022年新增的，尽管它是新增加的这一个知识点，但是呢从考试的角度上你仔细去分析，它好像又不好出现在试卷上，所以咱们只是知道哦，这里边有新增的点，对于建筑垃圾的处置，但是从考试的角度上它不好单独出题，它有可能还是汇集到环保文明施工渣土外运这个里边。后面是施工现场的卫生管理，施工现场的卫生管理，哎，这个是考试有可能涉及到的。第一个，卫生保健啊，施工现场应该设置卫生保健室，配备保健药箱、常用药及绷带、止血带、颈托、担架这些急救器材，好，能考到卫生保健室。第二个呢，施工现场应该配备兼职或专职的急救人员，也是发生问题应该有救护的。后面啊，这个知识点一定要注意，当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发生了法定的传染病、食物中毒、急性职业中毒，必须两小时内向事故发生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并积极配合调查处理，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疫情有点擦边了？还有施工啊，现场我们施工人员患有法定传染病或病原携带者的时候啊，及时给他进行隔离啊，并由卫生防疫部门处置。见到卫生防疫部门，是不是觉得现在他在这几年来啊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好，后面呢是关于食堂卫生啊，食堂卫生呢也是2020年建筑专业考试考过。那么食堂卫生，首先集体食堂必须有卫生许可证，这不是常识吗？炊事人员必须啊持有所在地区卫生防疫部门办理的身体健康证、岗位培训合格证，这是炊事人员。当然啊，上岗前后面我们没有标记，这是建筑考过的，应该带洁净的穿着洁净的工作服、工作帽和口罩，并应保持个人卫生，比如啊你得勤洗手、勤剪指甲、勤洗澡、勤理发，前面都能理解，这个不太理解啊。女士可能有允许有长发，男士呢留长发不行，好吧。这是什么呢？这是关于食堂卫生，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考试现在这个卫生，甚至啊延伸出来的现场管理当中，跟疫情结合，比如在2020年建筑专业，当时他教材中没有所谓的疫情的任何知识点，但是考试考出来了啊。比如我们2022年啊。那现在已经把智慧工地在教材上没有，他考试考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当前啊，二级建造师已经在教材中隐隐的引入了一些啊，就是关于新冠疫情的防控，引入了一些啊简单的内容，二建没考出来。但并不代表着我们一建教材虽未引入但可以考出来。有人说那怎么复习怎么背，就这你还用背？你上任何的地方，早晨你出来进入单位，坐地铁、坐公交、打车，进办公室、去食堂
啊，然后再回家进小区，是不是随时随地都是在有我们的整个新冠的一个防护？比如说天天让你戴口罩，那口罩是采分点吧，总之这一个系列，比如核酸，比如行程码，比如体温，这个大白的黄防护服啊，这些啊，实际上啊，包括现场的隔离室，如果考试真正的考出来，你就闭着眼想一想，今天你从家出来，昨天回家的过程，基本上这采分点就能拿到了啊。大家一定注意，如果考出来，这就是给我们的福利，因为你每天都是在做的，不用有做任何准备，只要有这信心，见到疫情的这种点，基本上分就归我们了。但愿他在这儿考出来，这叫考试的与时俱进。